是他写的哈，在你肩膀写的。好，谢谢。你也有功劳。谢谢。哈哈哈哈哈。都是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 Vista 本身它就有它的 IP 的特质存在，然后不管是 IP， 就是它自己个人品牌的再利用，或者是它的 content 的再包装，我觉得是可以做，因为它写过非常多的内容。是。那内容是不是单一？它能不能再加种？我随便讲了，也许搭配产品，对，可不可以销售知识型产品？我觉得可能可以。OK。总计是每分钱的吗？对，所以他也把我的讲完了。不是，因为他的搭配其实他现在大概都是属于的线上线下合作模式嘛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我买的不是只是买一个会员，而是搭配的其他的一些课程内容、书籍或者什么东西，整个做 package 包装嘛。OK， 好